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猫。现在我们决定到达我们住宿的地方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是我们上海五天四晚的 vlog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快五点钟了。我们因为没有订到深圳到浦东的机票，只订到虹桥机票，所以到虹桥到这里迪士尼这附近真的太过远了吧？然后明天计划是去迪士尼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迪士尼附近的民宿。好，先带你们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民宿的价格是365一个晚上，因为它是二月份刚开的，所以我现在订会比较便宜，我觉得之后应该会涨价。这是他们家的一个别墅，一共有三层，然后我们的房间就在三楼，所以能看到上面这地方都是窗户，这个窗帘呢是电动的，按一下它就可以自己关上，按一下要打开。是有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房间呢、好像只有这么一盏灯哎，这个羽毛灯只有一盏，晚上可能会比较黑。然后现在突然发现，原来它不止只有一盏灯，这里还有个小灯。还有第二个缺点就是，他们家没有电梯，所以你要搬行李搬上来，那个楼梯又比较窄，又比较陡，又比较麻烦。现在是5:30吧，大概。我们现在要打滴滴去吃晚餐了，看着不是这样，对，要准备出去了。他是下车的。鸡胗鸡翅三文鱼。商场还挺多吃的，也蛮多人的感觉啊，这些都是我们明天迪士尼的竞争者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难以想象，我在早上6点钟居然要赶着化妆起床。我有迪士尼真的太可怕了吧！早起5分钟，少排队1个小时。好，我们加油。早上6:20，然后我们的早餐也到了，我们就看一下。对，这晚上这个房间就两盏灯，看起来就特别黑。这是他的早餐，他有两个包子、榨菜、鸡蛋，然后下面是稀饭，然后还有一杯喝的。
昨天晚上我们11点就放下手机睡觉，但是中间醒了很多次，我感觉是心理压力太大，感觉明知道明天早上很早起床，所以心理压力很大，就有点睡不着。我们现在要坐民宿老板的车去迪士尼了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终于跑到民宿了，现在才6:49。后面人多到，我们花了10分钟安检完，现在到第二个口这边，人看起来不算超级无敌爆炸多。Welcome to Shanghai Disneyland。刚刚走过来途中，我们就用手机抢了一个那个哦对，飞越地平线的。太累了，快速通行证是下午1点多的。我们成为加勒比海盗进来的第一批，哇，开心开心！我们成为了第一排。马上就是一切，对吧？所以你才会到这儿来，所以你才想当海盗。守卫，嗯，那我绝不会告诉他们沉默的宝藏就在这里。看我那个加勒比海盗还是不错的，3D、4D 效果做得挺好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参观一个复仇号，就一张船，一条船，不是一张船。可以了，看完了，走吧。没啥好看，这里没啥，并没有啥好看。对，并没有什么好看。嗯，并没有人的参观。我们该快速跑到第一个加勒比海盗之后啊，现在就比较悠闲了，就其他游戏都是要排队的，所以就随便逛一下好了。你看那种参观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在唱极速光轮这边，然后我预计应该是排30分钟就到我们了。发现蓝队创极速争霸赛新成员，启动身份盘信息采集分析。刚刚玩完创极速光轮，哇，很爽哎！而且我是全程是睁着眼睛看的，就真的是有些离心力，但是不是很强，不怕的话。雷鸣山漂流真的必须要自备这个一次性的这个雨衣，然后那边只有卖一次性雨衣，但是没有那种鞋套，我也自己在淘宝上先买了一次性的鞋套过来，就全身几乎没有湿的，还挺好玩的。进去一个洞穴超级的黑，就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突然就冲下来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刺激的。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都是我们自带的一些小零食。
我们一共是抢到了三张这个快速通道的，所以等一下会玩这个小熊维尼险记忆，然后北岳地形线。哇，这个现在排到了120公里，两个小时。然后这个小飞侠，对，今天目前抢到三张，不知道一点多的时候还能。上车，抓紧时间。一天在白鹭森林里，哎，转动天快点！飞越地平线，对，三个小时。现在看一下排队，好像要排165分钟了，已经太可怕了。飞越地平线的人多到，快点啊！哇！快速通行证的估计也要排个11、12分钟。排了10分钟，因为我之前在那澳门那个星豪影会那边，是星豪影会吗？那边玩过一个类似的，然后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差不了多少。如果说你要我花160分钟排队来的话，那我就不愿意了。他们两个相比起来的话，澳门那个呢会有一点点失重感，然后这边这个呢几乎没有失重感，但是会有一些味道，配合那个场景的一些气味出来。对，有泥土味啊，有大海的味道啊。我们两个现在准备想去看看演出吧，有点累了，想坐一下。梦里在心中感觉到伤悲，叫人倾诉和安慰。好大的一条鱼啊！我其他的船员呢？都是，比我记得的还多呢，太好了！吆喝，伙计们！吆喝！你好，请问你的芳名是？啊，这么害羞啊？那我就叫你小羞羞吧。好，那个演出就刚好能休息嘛，真的挺累的。然后这演出觉得都挺好的，演员们都很尽力，然后他们的那些特效啊，或是他们的一些杂技技术啊，都做得很高，还挺好的。
现在是来上海玩的第三天，今天是特别日子啊，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耶，然后现在已经是中午的11:45了，昨天实在是太过累了，对，赶紧的吃早餐，因为昨天实在是太过累了，感觉把今年的跑步量运动量都用完了，所以今天呢会比较悠闲一点，就是没有什么大的计划，没有什么行程。我们要走了，让我们下个民宿见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到我们第二个住的地方，最后在这里住两个晚上。那么它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公寓来的，首先一样的带着参观一下。可以的，因为它的位置还挺不错的，是属于比较靠近外滩这个比较中间比较那种景点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对我们来说话还是比较有利的。出去吃午餐了，我觉得挺符合我的胃口，还蛮好吃的，点了四个东西才79块钱，法炸猪排的，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炸猪排的人，因为我经常去外面吃炸猪排啊，它会包很多粉，然后就会炸得很硬那种，我不喜欢吃那种很硬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平常在外面基本上就不吃炸猪排，但这个呢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吃的，就它不会有那种很硬的东西，还不错。吃完甜品我们应该要去那个上海自然博物馆，贴心的屁垫。我们去完自然博物馆，然后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要去吃晚饭了。因为今天是情人节嘛，所以我们就稍微定了一下，就想吃日料。那我们现在先打滴滴，先去博物馆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。偷偷跟你们说，我刚才打滴滴的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长得还蛮帅的，声音也蛮好听。当然，小花前面他不知道，我告诉他。内真的好渺小，看后面这种金鱼啊，上面的金鱼啊，哇，人类也太小一只了，大自然还是很多奇妙的东西。
餐厅种的玫瑰花。好，祝大家今天晚上情人节快乐。五十二，哪里啊？就这样吧。我们现在吃完了。就是玫瑰，真是一个浪漫的情人节。不过吃的话，其实没有很好吃。现在呢，我们应该走路去外滩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正在寻找路，走到后面这个黄黄沉沉、最多灯的这个地方，沿着这个江边一直走过去。啊，好冷呀。我们在这个南京东路的外围走了一下，都还没有真正进到南京路，我觉得太累了，昨天实在是太累了，所以我就决定，要不我就回去休息吧，今天就这样结束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他说好，好，那我就回去吧。今天阴天多云下雨。Hello， 在上海玩呢，可以说是最后一天了，因为明天就要回去了。现在我们要去吃午餐，就是昨天中午没有吃到的一家面馆。啊，上海真的挺冷的，每天都是这个羽绒服、棉厚围巾、两条裤子，好像一直睡。我们到了这家面馆了，但是呢，人家在休息，人家2月20号才开门。唉，就是心累累的，两次都没有吃到。那我现在可能就随便找一家店吃面了，因为大中午都不想吃饭，还是面多一点。我们到了田子坊了，逛了10分钟，那个田子坊我觉得没什么好逛的，跟那个厦门鼓浪屿差不多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对面这个日月光中心进来。哎，可能因为今天下小雨吧，就撑着伞逛田子坊挺麻烦的。
所以就没有什么想逛的欲望，也没有一家店想进去。这里真的有很多很多吃的。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，我们为什么突然回到这地方呢？是因为刚刚我们就是在一边吃完逛了之后很累，没啥事做就回来了休息。其实早想出去乱吃饭，然后打车打1个小时，现在才有车来接我们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吧。我们到餐厅呢，今天我们要吃本帮菜，应该就是江浙菜街吧，这家兰亭。哇，好多人。我们等了8个小时，那我们呢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他们店有很多菜，而且都挺便宜的。这个虽然黑芝麻铺，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哦。来到吃饭，旁边有个上海来福士广场，过来逛一下。你在干嘛？我们在做补交培训。为什么这么加呢？等一下，不行的，你的脸超大。你在干嘛？我们在等公交。为什么在等公交啊？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，这也实在太难叫了，要等半个多小时，还不是坐公交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要等公交来，坐2站就能到。好的。Hello 哟，今天是我们这趟旅行的最后一天，今天要回去深圳了。我们是下午4点钟的飞机，那我们现在先去吃一个午餐。这么多人排队是有道理的，我们两个人点了5个菜、3个甜品、1杯饮料，应该属于等于3个人、4个人的分量了，然而居然只花了175块钱，味道也都还不错，是正常的，然后东西分量又很大份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实惠的餐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机场，然后回深圳，那么我们深圳见。